什么？你又中了？我说真的，我跟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我今天跟阿伟，他在后面。哎，走啊，干嘛？没事，走。跑到草丛里面来，要去钓鱼了哈。啊，然后这边是那个传说中的高铁纵河池，啊，这里是必经之路，然后后面那个是那个什么快速道路，对，快速道路应该是啦。啊，我们就要接着往前走，这边经常有人在走了，所以草都长不出来。我恁看一下路的生长呢，哇，有一个路，嘿，对。那现在是下午的3点多，快4点的时间，对。有多远啊？有一阵路要走哦。对，很远啊。很远，对。这个路，我怎么知道？这种地方哦，最好是不要自己一个人来啊，因为实在是，哎，叫我注意哦，因为怕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啊，孤立无援就有麻烦了。那我就先找一下钓点 ，OK， 那就等一下见。快到了啦！死了！你们。有力胸吗？有力胸哈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钓点。哈哈。对，水超左，有够左，我的是泥巴色。好，开搞了。我不知道丢去哪里耶，鬼暗蛇蛇不就像，超左的。真的假的？马上就中鱼，哎，掉了！真的假的？怎么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呆哦，还是泰国鲤？没办法，呆还是吴郭鱼？是吗？你用 VIP 啊？到岸边种的、啊，岸边有可能是那个啊，对啊，泰国鲤啊，要、啊、不然就珍珠石斑，珍珠石斑有可能。真的假的？今天目标鱼是大鲤鱼，大鲤鱼啊。要、啊、不然大吴锅鱼也好啦。那这边蛮容易挂底的啦，所以要尽量把保持在上层。好了，开搞。阿伟，我要开五张。没有啊，来不及。不会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真的啦，我以为挂底耶，按到那个，哦呦，中什么？枭琼，真的啊？靠，发条乌龟鱼啊！丢哎嗨！吓我一跳！第一发就发到老吴，真的是跟他太有缘。好，我把它放回去吧。好，我把这个 VIP 换成软虫，再来试试看。钓得到吗？我开啦。放怎样才断？
啊！对面而已啊，要走过去就是啦、啊，跨河过去就是啦、啊，对吗？对啊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超牛！踢笑哦。牛那里有一段距离耶，那在那个什么分园呢？刚卵虫吼都不咬，我现在换这个亮片，这个四克的丢看。然后我刚刚有看到下面彭魔鬼其实蛮多的，这个可能会咬啊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为什么我来你这个地方就炒米粉呢、啊？嗯？那个到底是红魔鬼还是金鱼啊？怎么有橘色跟红色的？这么多种颜色，没有那个跟很紧不紧没关系，有，挂底啊，边看吼，开了吗？收点，快，来，一样啊，借你玩一下，不要给我炒米粉哦，没有多少线哦。有没有比较好钓啊？你的也很软啊？有啊。你想跟我换是不是？你条太松了啦，巴西哦。你那个是真的假的？中了。中什么？哎，卷仔嘞！哎，吉利无锅，吉利无锅！你老师哎，你叫我帮你用，结果你给我中鱼！靠呀！真吃啊！你打什么馊主意？为什么叫我帮你用这个，结果你给我偷中鱼是这样？我四八四被套路了。干，你要不要先把我中鱼，然后挂底再还我？你妹的！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这样子，你这样就好，这样按下去，轻轻丢就好，这样就可以飞很远了，有没有？我知道，我还手辅助刹车。对啊！好了，你就把这个解决，你自己这个啦，你不要以为你我中鱼。你挂底，我要中鱼一下。很轻啊，看你要不要设什么要去找。哪里？哪里而已啊。你为什么不要涉水？你叫我涉水，你妹的！拿去，你给他用看，看会不会那个。不想，我就不想那个很深啊，巴西哦，那里有一个深度啦、啊。哦，不是想来的。你王八蛋都叫我帮你绑前导线，然后叫我帮你绑什么东西，结果自己在那边给我钓鱼，他奶奶的，我真是。就你来干嘛的？你跟我讲。帮我喷了、啊，敢讲？我刚刚不见了，帮我都掉到了。孩子。妈的！什么？你又中了？我说真的啊，我没骗你。有啊，有在拍啊，中什么？老师，我中金奖。中什么？就刚刚那只乌龟啊。你都拿我的杆子去钓鱼，啊叫我帮你绑绳子，你真是哦，我快被气死了，实在是。我不想理你了，把我拿去。你看，我不想看的啦。有这种的啦，你看呢、啊？拿人家的杆子去搞，他、啊、都一直中鱼，啊叫我帮他绑前导线，然后帮他绑钩子。你要干嘛？炫耀。五锅鱼，老五。最后五发，没有就撤了，不玩了，输了就输了啦。
完全没有会中鱼的 feel 欸。中鱼了，真的假的？都给你玩就好了、啊。什么？正吃啊？迷妹嘞！所以好人啊，不能太沾沾自喜。我刚一来八到二十五波鱼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钓到半只鱼。结果是那口阿伟，那口，搞了一大堆鱼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昨天频道被我悲剧的删掉了，对吧、啊？不小心删掉了，又开一个新的。